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2019年2月23日22点37分，联合报记者毛婉婷及时报道谢淑薇与搭档拿下杜拜女网赛女双冠军。新华社分享台湾网球一子谢淑薇连两年打进杜拜女网赛双打最终战，不过谢淑薇不让去年与冠军擦身而过的憾事重演，今天与捷克搭档史崔可娃巴伯拉斯特赖科娃仅用了1小时20分钟，就以2-6比4拍落俄罗斯马卡洛娃卡特纳马卡罗瓦、捷克和拉代卡卢西雷德卡。谢淑薇也收本季首冠，也是生涯第21座冠军。去年谢淑薇与大陆搭档彭帅一路闯进最终战，不与另组海峡组合詹浩晴、杨昭轩争冠，最终谢淑薇组合在三盘大战中落败。今年谢淑薇改与捷克好手史崔可娃搭档，先在四强赛的台湾内战中拍落詹家姊妹詹永然、詹浩晴，抢下决赛门票。今天开赛台捷组合就率先突破对手发球局，取得3-0领先，之后双方在第5到7局互破发球局，打完前8局双方战成平手，第9局台捷组合保住发球局，并在关键第10局连拿4分破了对手发球局，以6-4先下一城。自盘前4局台捷组合在多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的情况下一度取得4-1领先，但之后遭对手连拿3局扳平，但台捷组合随即回稳，复制第一盘的剧本，盘末连下2局，最终就以2-6比4收下胜利。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